开出头奖，彩券行狂放鞭炮，客人沾沾喜气。但号码该怎么选才会遇见财神爷？国外有对夫妻同一组号码连续买30年，真的中头奖台币4138万。有什么看法？意志力很坚强。部分是电脑选啊。为什么你会想用电脑选？感觉几率比较好。我都用固定的号码，一两年还没有中过。同一组号码连买30年就一定中头奖吗？以大乐透来算，每一组号码的头奖几率是1398万分之1，超级低。若一组号码想必中，得多花13.4万年，远远超过人正常寿命。如果花30年就中，还是算你运气好。我们基本上在数学上，我们只能告诉观众说，理论只大概是这样子。所以答案出炉，相同号码买30年一定中头奖是错的。想增加几率，不如多买几组，或是干脆电脑选号，但也有人很坚持包牌固定号码，10年花15.6万元，只中2万还得跳。但也有幸运买家包牌5年花78000元，爆回头奖800万。其实买固定号码的人比较少，最多的比例还是电脑，大概70%应该有。买乐透花铜板价，不管是电脑选还是自己的 lucky number， 切记没有号码是一定中，花小钱买个希望，千万别入迷砸大钱。记者王一瑜、王淑红，高雄报道。我是哈远仪，不用说故事，写自己的人生故事。有争议的拿证据说，被掩盖的挖出来说，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。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，我是哈远仪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